啊，你今天你是要来冤家的吗？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你不能小动一下吗？ 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 我们是大丈夫，说没有就没有，只要有心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我郑重地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想要跟她共度一生的女人。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。陈秋月，30年不见，一样是又假又恶心。王春花，30年不见了，你不觉得变得又丑的？哎，你能不能收到老爸了？我哪还是阿健？我去救救老爸啊！为什么搞不定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如果委屈，就不要勉强阿拉基。你完全不懂情趣，而且没有浪漫。浪漫是男人可怕的糖衣毒药。这世人不可能原谅陈秋月。你若阁继续安尼哦，你永远拢袂幸福。我有要当游戏，我真正是规工诶。一个男人成不成功啊，看他身边的女人就知道了。哇，是来解决问题。我单身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家有喜事超强卡司，金钟视帝陈亚兰，台湾兵棋部王彩华，模仿天王洪多拉斯，军教始祖李兴文，偶像剧女神周巧涵，霸道总裁周孝安，邹承恩，杨晴，马国贤，张瑞轩，刘玉仁，潘应竹，刘秀文。TVB 四十二台，家有喜事。